梦就人乡亲看到团结乡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上报四次的白老乡亲欢迎地瓜鸡盼的所有调解票友戏迷大家梦想好非常荣幸甲大家能如约而至，相处到这个美好的美梦。我是大家能的好朋友晓香，欢迎大家能来到上宝四村风景松秋大王树的庆典，飘游迎墙门会现场，经历了三美届调解大戏。金门大家人感动，就是讲迎来了金门界飘游迎枪门会。到此，我代表主陪单位向高中界所有观众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恁的到来，谢谢。亲爱的朋友们，咱共同的期待迎来了知名飘游为咱呈现精彩如热界迎枪门会。到这个喜庆的日子里，也为归乡送来美好的祝贺。祝愿咱上宝四村财丁兴旺，下境平安，五谷丰登。同时也祝愿咱所有的白老乡亲身体健康，万事顺意。首先呢，为大家带来吉祥的开场戏《惊社会》，由邓荣熙、万芳为咱演唱，掌声来请众两位。谢谢，谢谢两位精彩的演唱。一首《吉祥界惊社会》拉开了咱金门演唱会的序幕。接下来呢，咱有请出杨培杰，因为咱带来的是调解音质好的双档夫妻恩爱百年枪，掌声欢迎。谢谢，谢谢精彩的演唱。接下来呢，由我为大家人带来调解葫芦庙的双档《鸳鸯春日照天街》，掌声鼓励一下，谢谢。
爱的朋友们，为答谢神恩，丰富社区的文物生活，咱上报四村的理事会，真心切话，甲咱热心乡乡的支持下，有了咱金门精彩的演出。多谢恁的相告，多谢。接下来呢，继续为大家带来调解木桂的爱爽段，钟声、老将，由咱知名票友本强心。林晓为大家人吟唱，掌声来请出两位。Yeah!
最先的为政策的影响，接下来的自己的帐篷，迎往到帐篷的兵败上，加到服装装用上非常用心。接下来请出杨梅香、吴碧辉、邓丽香，伊人共同为咱带来调节行道戏三家帮的双凳低度，掌声来请出三位。
所以是三位精彩的音乐朋友们，今晚呢，咱不但有传统的调曲欣赏，还有好听的调曲歌。接下来呢，咱请出琪琪，因为咱带来彩虹杯，甲伊个原唱歌曲做啊背记，有请琪琪。啊，上播视频的乡亲们，听众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人两上好。我是歌手康佳琪，今日为大家带来两首调舞歌曲，彩云杯送给大家，有请我们的音乐师。好听的话，掌声鼓励支持一下，好不好？谢谢，感谢大家这么的热情啊！那我就再为大家带来一首我的原唱歌曲《纸飞机》，带来一首我的原唱歌曲《纸飞机》，送给大家，希望您能够喜欢。开满我该电台，另外该话我打无来，打一封情书，只坐坐飞机，飞向你家的阳台，切切点灯，照亮你天台，就像多多情，相信我该爱。心来，卖让我再猜，暗示我再，不知你多想。
出我的爱，你卡有把我放到心内，卖让我再猜，暗时讲我知，不知你到什么界。最是啊，最是啊，起起精彩的音响。接下来呢，请大家唔需要搞个是那调节左腕心部的酸痛，骨清冷光，由邢如如、林晓为大家人音响，掌声来请出来。
最先两位政策的演唱，亲爱的朋友们，你只会听到很小高的是上部四村红景松秋大王水庆典门会的现场。今晚呢，咱个理事会都正最新界策划节目下，安排了好听的调歌、调曲、调节节目，还有接落来精彩的小品，由正月团为咱带来个调山小品。考警察，掌声有请。大家好，我是公安局的同志，为了拍击黑社会组织，瑞体社会之外的稳定，闽阳社会组织黑人，现在就开始接受报名。看到今日个人刷靠近刷袂见，喂，来，录上来。当下，我来啊。哦，录下来靠警察。是啊。哦，我来登记的，录名咪个？李爱迪。李爱迪，我冇写录个正式姓名。是啊。只干咩？你是要个正式姓名？我姓李，爱迪，李爱迪。这话真大，所听着头抓。过世到有人名李爱迪，嘿，同志啊，我做人老实，为人正直。你唔得个输赢，你也得，李爱迪个输就得。所以啊，人叫我做李爱迪，样样输李爱迪。是啊，一路李爱迪来公安局工作就不赢黑。你做了放心。听到你，好，还等我来问你，你为什么来当警察？当警察好啊，威风啊，还硬好威风。哎，当下，我让你啊饲牛仔，像咱以来有钱甲有势，点点都欺负做老新人，那是那个当警察个亮着耐啊，缩耐去有只耐跳。啥物？咱当警察是为人民服务。唔是咱都两耐扛过了好时尚拍人家，还那是咱当警察，你莫拍人，你我爱当过做你啊！哼，看你这个，你当机唔正。哼，莫你当机啊，正正。哎呦，
我无想到你长颈世界出发点唔正，我想到是话这个唔正。啊，你讲就好，来，你进来我问路。还等你牛牛带土的时候，你做你几福的？这个侬讲，咱长颈出飞有几长？一破面面，我抢不了我的镜头点。喂，山妹，咱警察拍到这个像个，不是叫做随随便便就使，这是到紧急关头才叫做应该。那是呐，拍这个像了么？歹徒怕伊不是，落去个事那就恶败笔。山妹，看路这个，如果思想唔识个等警察，等，莫吓，等。哎，当姐啊，那不你找个买古妹，你要算痛快，哈？我根本是功夫难忘，你叫钱来算数啊？等，你买钱啊？等，大哥错错掉，后来啊，我买的。哼，伊那只个叫做利用的个，该是叫钱都利用的。嗯，来，撸来。来，我来了。我们都来考警察。是啊。哦，还咩咩个？哦，我咩到搞机会。搞机会？没有，今天无是到招收警察，都唔是到招收公关小姐。哎呦，当姐哦，我是生搞咩机会？一字个字，文规会个会。搞。哦，唔是啦，是过啦，过机会。是啊。喂 ，Hello， 兄喜欢当警察？当警察好啊。好到底个？好到底个啊？当姐啊，你看，人哩家个学路啊，生意啊，你看我在啥生意无？有幸有道，身材煞非常好。就是话，人人学路啊，成个。哎呦，我直接个穿这个衫裤啊，就大方咯。你看，我这身材，这非常个。哎呦，我个想啊，可能穿着伊嘛，摆来我上成个。啊，没有，咱当警察，生好生满个无关系。有关系呐，当姐。我做你干？陆科，我成日正成，咱来当警察，无负债警服。我呢，从来就唔包穿着债警服，那是做负债警服啊，我穿着啊，嘿呀，我还着去洗好个。哦，你来当警察是为了穿制服警服啊？啊，你该无事就装饰你家去。哎呦，当姐，生意好啊，陆科，那是做贼啊。我的话，看到我这个生意，我就来看我该数目字。伊人看到我这个生意，我就来数，数啊！伊人兴奋点到，你俩根本就好走。哦，你是当当牛着擦，该数目字，你俩唔着，刷着去了有挑戏。等，你再唔识个等警察，等。哎呦，当姐装呐，我爱呐，我爱呐。山妹，那个话老板看到我卡过去不止。今天刷着华丽，等，妈的血，我也买到，我拉拉着过去，加把锤伊。师傅山呐，来，哎，这该。喂，好，喂，直乐呵。我做你叫多少直直？我冇是警察，要叫党志。党志啊，乐呵。叫做咩名个？我来报名当警察。哦，你这个兄爱来当警察啊？是啊。哦，好。
你当咩咪该？我咪当小猪哟。那你好是来个小猪呢？破路啊，急路啊，我是小命猪哟。哦，是小猪哟，还我里头做小猪呢？急路啊。然后来西边，南街。哦，你自个兴该打步噶？是啦。看到说就是打步。是啊，路路啊，你个朋友个，骑到棒子哦。哦，好啦，还来我问咯，你为什么来当警察？我阿妈伊当我个娘家，乡里就土匪人点点啊来欺负我，我才想两当警察两耳看开。这个土匪人啊，敢来欺我，怕伊叫衰。呵呵，我如此高兴，敢会怕人多？对呐。哦哦。哎，大王问路，当路五个莫难的时候，你做你咩？我对娘祖怕伊叫惊诶。哦，对娘，你放个祖？是啊。你自个兴，我是猪尿兴。但是啊，你买什么是打，你拖是猪尿兴，那唔少想，那侬那个切他。我来切也好。是啊。哦，我就来切。我来当莫人，你来当警察，你来撩啊。嗯，好好好，来来来。来，那开始哈。来来。掉掉掉掉掉掉。来来来。掉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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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你阿姐阿走啊走啊，飞过啊飞过啊！哇，你做什么？你赛忙去当对手？慢慢慢慢，起来起来起来！当机啊，唔是在做你咩？系我来当警察，你做莫呐？你话做起路开，好嘛？好好好好好。我喺度开始。叫位当。开始。来来来来来来来啊！我是不是啊？来来来来。来哇！你这土匪警察啊，特地个妹装装啊，对我连你那个妹咯，害你够你啊！害你无你啊！大步就无你啊！买买买，我唔想跟你当算咯，我跟人家来叫做羊毛好。谢谢，谢谢。我接。最下正个团为咱带来精彩个小兵装嘛，接落来呢继续来分享传统个条件，为大家带来包公背青个双凳，为民一卷动画心，由邓永熙、吴顺益为大家演唱，掌声来请送来。
目，贵妇分享，当年老们同意之后。
难懂说你这样心意，这真是情歌啊，难断的无私。广交北行贵比肩，哎比呀，说你听就去，放你救急被亡命。穿条网路去挂心，我有心不高兴就去。站经济停就吹给晚风吹引经意，我能找心难受，我能留难留心锁念，锁念难消吹响三子泪，到今难忘嗷嗷太无情，难求锁念将我定义。最先两位精彩的演唱，接下来请大家欣赏到的是赵杰行道戏的选段《江姐送酒送酒我的情人》，由赵杰芳为大家朗演唱，掌声有请。王弟兄们啊！Yeah.
Thank you.
在下精彩的音响，接下来咱再次请出琪琪，为咱带来精彩的调歌歌，掌声欢迎。故乡是长山，送问大家，希望恁能够喜欢。心房丢刷该出当的时间丢刷该拿落落拼打丢刷该话是上最难不要该清很多心房好听的话给点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谢谢谢谢在座的叔叔阿姨啊，坐下老姐老细嘛。上山该树时间丢山该难落落拼打丢山该话是上最难故乡该清放落心内故乡是丢山将我痴断我记得
做主笔头发为了阿爸，听这听大锣鼓，像牛娘当山，悠悠街小路，我心都着山。谢谢，在下琪琪侦察的音响，一刻故乡是条山，唱出咱所有条山人对故乡美好的情怀。接落来呢，咱请出孟凡，因为咱带来的是条件，唱相思，该爽等，莫嗲莫念，苦命人，掌声欢迎。
在下政策的影响，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调节逆汪洋的双灯破镜电影人团圆，由邢如如、林晓两位良民为大家演唱，掌声欢迎。政策的影响，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调节罗通扫白的双灯七方口号亡灵派，由本江星为咱吟唱，掌声有请。Wow.
这些政策的影响，接下来继续来分享调解三者协商的选定，别相叫由吴顺吉、杨培吉为大家咱演唱，掌声有请。
Oh!
感谢两位政策的影响，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条件保内定的双灯，人家车村回家安，由邓丽香为大家人影响，掌声欢迎。
这些政策的影响，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调节行道戏红欧切划队的双灯红欧水人打人，由杨梅香为大家人影响，掌声欢迎。
做些政策的影响，接下来弄来请出五匹灰，以为弄带来个是条件，时间闹花灯个爽灯，柔情似水，暖心肝，掌声欢迎。人也能成功大
谢谢啊。接下来继续为大家带来调解回子的双灯夫人请食人，由邓永熙孟煌为大家人演唱，掌声来请出两位。一道亮晴耶，最先两位精彩演唱，接下来咱再次请出咱真正乐团，因为咱表演界潮汕小品《袂惊老婆》，掌声有请。我这个人啊，过艰苦，一世人就娶过两个某，头家某你是只无老好，有事无事通一点正道，伊拉插个外甥。你说要么上包，大家伙啊，我这个很会上包的吧？对，所以我被逼无奈登娶某，但对自家某，甲看明是袂满啊，是那吊钱入去订啊试试，爱使着两个钱，你说得一礼拜币？大家伙啊，我这个很会烧钱包的吧？我唔是行某呐，希望叫某袂行我呐。但卖当较做啊，望叫某个个来啊。哎，老婆，你来嘿。哎，老。我做钓个面哦。来，坐了，行啦。但是秘书侬就打，我问了。哎好。如果这站没有不做，对不起我来说。买西山人呐，我六下六座，接发票咕噜数，又唔像。你要铺地锅对路唔错啊？无哈。不。如何不想这个？想不啊？想不？你想当钱多苦？还都是真少，汤汁都伤钱。你家是真少，无来个暗菜汤的家伙。暗菜，好我你唔知啊？都唔知。我不去擦头骨吧。你买到石山打去擦头骨，门庭过高紧紧，擦着牛鞭子啦。屋里是你自己擦啊？啊，好我你唔知。都唔知。你大小大嘛？啊，慢，我无变个路单，我感觉厝边人掠做买好。你当先行来无？你好买出去，你就买在等了。大家伙啊，你有买无？那菜有钓，你都在小偷啊？这赌耍个黄个，你上好你是买徛了黄上，暴露钓个。哥仔，大卡老呐，再买是莫花个，入花入数。哎，老婆，我就想啊，那是那第一日拉下菜，我付会着，我买条脑筋蛋个暗量去就带。买到打算啦，哥仔，脑筋蛋个暗量，大哥我当没着有过，大卡那卡老呐，卡老呐。等，你晒等我，我大家个出面飞无脑骨咯，来晒等我哈。看那哥仔，来再看呐。我做饭香好好，咸啊炒好好，穿辣这出来说唔免得看，免得去只咬口，大看啦看啦。等过晒等过吃，看啦大做者看啦。还但是你大是我大，你好是你大哩，你都是那个只家主主，那个人家家唔着你大。还但这些呾听到人差唔多啊，还但那个等下。你为侬就打，你我才开始等，鬼都惊死我。来，我们长汤条裤，你打啥打来嘛？你打啥话打咪个？我都唔知。你唔知？你打啥打来干嘛？你打啥话打咪个？你不会到我家徛去找哦？你打啥打嘛？你打去做遐咯呐？我看到都惊死。惊死？你打啥打啦？你
大时我打咪解啦。我唔猜汤地嘅阿姑老师搞的。你大家做遐咯啦，等那时咱去厝边人看到，等小丹都家叫阿舅妹来到北京都来，汤汁都吃去吹脚拍个。好，好，我大家吹棒咯，你大家好打来吧。你我打。打。你搭上网买天也落落金啦，我看到都惊死。你生好死，我开路，我搭买去，你搭妹妹打啦。好好好，我打我打。我唔曾经 Q 啊 ，Q 啊。Q 你咪个就打啦。我都唔敢打你。唔敢打，不知道谁打啦嘛。好好好好，我打我打我打。我唔曾经 Q 啊 ，Q 啊。哎呀，我唔敢打，唔敢打，你是不爱打噶你着？啊，打好，我打，我打，我打。来到我们餐厅，叫啊叫，叫啊在钓人啊。打你噶？我们餐厅叫起个在钓人时阵呢，啊，就那如果一熟悉的，如果跟你在潮都凉起啊。买西山打啦，我个在钱加我先哭啊，你不哭做你该凉起。无了，你做对那在钓人遐好。无呐，我阿在场人，伊无钱咧，怎好徛呢？你伊早今日寄喺外省去啊，了来我们餐厅是去话求去啊？求去，你早也规划吧。先生那无叫听啦，但过去我阿在场人直直对我都袂满，伊笑我，比家己囝还笑。当时我红宝小阿娘是，伊只是尖惊晒，我从来唔捌听伊早惊个话。我当时闹离婚娘是，伊老人我敢会早惊他。如果硬到我离婚，伊就千万真惊晒，也无爱认伊这个早惊。你若想在老人，我特定人家主动爱无？还在个说死啊！你都做面个话打？规日家家都打。他不是走路嘿？走啊，走啊！你免跟我打，打困啊困啊，打我拢唔惊啥，你打做在那个吹老呢？他卖啦！我都跟你打吊钱，已经叫到位啊！你要你外国敢会偷米钱啦？哎呀，姑仔，你再误会了啦！我要叫你去拢唔惊啥，人没事啊，做个半夜水鬼，好个胃开没老呢？咪个啊，他无想个你这块就好，打我个心疼个心也无嘿。大姐先啦，老婆。这日已经暗了，咱明仔找早间吃，吃了早间伊。你马上直早，吃不你也最近个看门的老人，好冇？嗯，好，好的啦，好啦，好。谢谢。所以啊，这个团精彩的表演，接落来呢，咱请出邓勇熙、吴顺吉，让咱为大家带来表演王重煌的双段。不计征袍，计求衣，掌声来请出两位。Thank you.
精彩的演唱，亲爱的朋友们，上播四川红景松丘大元帅庆典票友演唱晚会到此圆满成功。感谢咱主办方精心的策划，感谢咱所有台中的各位演员精彩的演唱，感谢咱台下的所有观众朋友们，再次祝愿咱上播四。